常石磊、陈小春、Jim 邓紫棋、李玟、孙楠、王源、郑云龙、周延，欢迎各位。你看今天多厉害，来欢迎各位，是单独拿话筒的，今天话筒都没有哈，是来够用是不是？嗯，我们每一位按照顺序好不好，就是靠你比较近的优先介绍，我们一一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Coco 李玟，来点掌声。哇哦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孙楠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小春。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盖。Hello， 的歌手们其实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录制，在录制的过程当中，哪些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哪几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？Coco， 啊，印象深刻的事情啊，是，其实很多，可是我告诉你啊，真的那一下呢，就是盲选。盲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对方是谁，然后要猜测，然后呢他一口唱的时候呢，我那个心情呢就舒服了，就非常的就是很坚定的我要跟他走一辈子。一听就是老公没带来啊。但是歌声确实可以吸引到彼此嘛。这一次我们的歌当中呢，其实歌手的身份是让我们在 A 组选手曝光之后大家大吃一惊的，所以台上几位到底是新生还是这个，能不能今天在现场开放大会上给大家来公布一下呢？哪一位？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玩一个小游戏，是和音乐有关，是和接歌有关，各位歌手害不害怕？害怕吗？万一接不上会尴尬哦。他们不害怕，他们怕接到自己的歌接不上，他们害怕。所以我就要提出一个要求，各位如果是自己的歌不可以接，接受这个规则吗？接受这个规则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歌曲啊，看看谁可以接上歌。来，第一首歌。如果真值得歌颂，也许我石头之外，其他的人都可以来接这首歌。我们来倒数，好不好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抢麦！没有人抢，但只有我去了。哦，你们没有人要抢吗？没有人抢吗？真的没有吗？王盖，我不忍再，我不忍心再起哄，但愿你听得懂。哇！rapper 唱情歌真的太动人了。今天盖应该是最放松的，因为唱别人的歌词儿都少，放他的歌别人没法接，是吧？框二十个词儿，三十个词儿。他主要是让我们吃火锅底料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听第二首，一起来听一下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埋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。哇哦，这首歌真的现场大合唱了啊！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哇哦！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哎呦！哇哦，两位都是真的唱哎，郑云龙是不是也本来想要去？哦，这句词儿没想起来，说的这么响合适吗？原唱就在旁边。这都是卡拉 OK 的必点曲目，对吧？是。好，我们下一首会是什么？来听一下。承诺是泡沫，谁伤了我？你所有承诺，承诺的太脆弱，而你的轮廓，观望的眼。
没有高音还一般不太敢接这个歌。是，你看我这挺花的啊。来，三二南哥南哥一抢麦。我看你刚才往前冲，哎呦，不如此难过，就没了。对对对，后面半句，后面半句，后面半句，厉害厉害。嗯，没错是吗？这得邓紫棋说，他刚刚说没错，没错，完全正确。是高音的歌，只能用高音来接哦，厉害的不得了。来看一看下一首会是谁抢到麦？三二一，这个好简单啊！哎，这个要跳，要一边跳一边唱才对，对对不对？要一对要跳那个舞蹈才对，我还跟着唱了。我记得太简单了，三二一，滴答滴滴答滴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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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南哥是这样的，这首歌刚刚有个附加条件，要和 Coco 一起跳。来，各位，倒数开始，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。啊，转圈，当，哦，哇哦。好期待哦！哎，这个子琪加油哦，要抢麦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下一首歌曲。感觉郑云鹤说都别跟我抢了。声音也很纯净哈、嗯，当年这个《空入大海》，这个孙楠唱的时候，也是打动了我们所有的人心，对吧？现在郑云龙接的也非常好，是很棒。南哥，你是去给他点赞是吧？声音真的很纯净，这其实只有唱过的人才知道，这四个字要处理得好，不是那么容易。对，如果想要欣赏大家更多的合唱的，也要关注我们东方卫视我们的歌哈，来听一听下一首歌。是纯净，对，谁能接得上那也是本事。姑娘这首歌对不对、嗯、来，那个姑娘来接、哎、姑娘就两位姑娘、啊、嗯，来抱抱我肩膀对吧？对耶耶。哎，没有想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姑姑会听就是王源的歌。哎，王源的歌很好听是不是？嗯，很有才华。嗯，而且我很喜欢他有一首歌叫骄傲。嗯，我只想有一天你能为我骄傲。哇，我觉得是这样哈。嗯，我打断一下。嗯，因为接下来歌剩的不多了。嗯，然后呢有些歌手就很踊跃，像石头就很踊跃就上了是吧？我看到有两位哈，不知道是羞涩还是你们两个能往当中站一站。山鸡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站一站啊。然后这样的话接下来我们基本上就聚焦这两位，如果这两位待会儿还不接的话，那我们给后面的歌手掌声应该更加热烈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就他们就是接不上嘛，是吧？不，怎么会是接不上？你这个是明目张胆的给他俩作弊，是不是？让他们距离更近一点。那看看下一首歌，每个人都得唱啊，两位能不能接到啊？来听一下。把我的一切交给时间决定成败，人生仅赐我奇迹，多少心血汇聚，这一刻开启。我今天很开心，这词儿啊，就在这一瞬间。哇哇，但是小春哥有 freestyle， 他不是接歌，他是写歌。是，
即兴创作。问一下郑云龙，这句接的好不好？很好，非常好。唱歌就是这样嘛，唱的人开心，听的人开心。对对，你们来，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首歌了。最后一首咯。哇，这首歌其实是真的有可能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害怕啊。来，哇，这个哦可以哦。从来不信命，我只信我自己。哇，哎，可以耶，该要不要评价一下？哎呀，怎么样，要不唱陈小春，要不就连唱两句，是吧？比我唱得好，比你唱得好。哎呀，这是真的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。子琪，怎么回事？你们邀请我来的时候实在是太不了解我了。我所有歌迷都知道记不住词，借词这一块是真的零分的。是，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嘛，就是故意要刁难一下你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你们有看那个 A 组吗？ A 组的那个片子有看吗？看完之后大家都是什么样的感受？A 组的歌手，来一个来吧，要不？这个让子琪说一下好不 好？因为子琪歌都没有唱嘞。来，我觉得你说看哪一个？就是 A 组所有的表现播出的时候。哦，刚刚有一个我觉得非常炸的舞台啊，母系社会那个舞台，祖儿的非常非常炸，好喜欢。这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。其他看完 A 组的表演之后，有哪些很印象深刻的片段，或者是哪一位歌手的表现让你们记忆很深刻？有的吗？有。谁？校长在。对，看到谭校长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啊，我们大家都这么爱他。是。所以啊，就是 B 组今天全员亮相了，那 A 组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啊，也不是省油的灯哦。他们虽然没有来到现场，但是他们放狠话了啊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。我们的歌这个舞台真的太让人上瘾了，跟他一搭档唱新歌的感觉很魔幻很神奇，所以也非常期待你们的排列组合哦。没错，隔壁的歌手也挺优秀的，不过即使你们想和我搭档都没有机会了，因为我的拍档冯提莫超会唱的，期待各位会面 battle 的哪一天。大家好，我是银行少女三零三心灵男一高，左耳老师组队唱歌太赞了，我们的歌到底是什么神仙节目啊？对面的歌手们舞台上见啊。特别喜欢我们的歌的舞台，每次跟钟镇涛老师一起合唱都非常的奇妙，也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期待赶紧在舞台上见到 B 组的各位新伙伴哦，一起加油吧。喊话，不敢不敢，能在台上多与几位老师合作交流就很开心了。不过阿哲老师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唱白日？隔壁的同学你们好，你们看完我跟李健老师的绝配以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一对合心意的配的，加油！哇哦，他们都放完话了，加油！你们再想和他们合作也没机会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既然 B 组的歌手全部都到齐亮相，我们每人一句话来回应刚刚 A 组的喊话，好不好？先从郑云龙开始，好吧？加油！这么厉害 ，A 组加油啊！是，我们阵容太强大了，对，这意思。感觉郑云龙是个 rapper， 话这么少，加油的话来威胁，这真厉害。是，这下把盖停在杠头上了。不是 rapper 都只说了两个字，那 rapper 要说几个字呢？盖说的很简单嘛，老子吃火锅 ，A 组吃火锅第一。有点紧张。对，为 A 组的朋友紧张。好狠哦，是不是？来，小声哥。谁也怕谁呀。算你们狠啊！可以这样讲话了吧？可以，谁怕谁？看来客气话得王源来说了，对吧？对，我也是说加油吧，两组都加油，但 A 组更需要加油，因为我们真的很强。对，这个是温柔一刀哎，两组都要加油 ，A 组更需要。南哥，讲什么？我刚才不知道，等一下。就说，请您发表获奖获得冠军本节目冠军的感言。没有，因为那个隔壁的都是我的前辈啊，那而且都是我儿时的偶像啊，包括毕哥还有校长，所以呢很期待跟他们合作。对，看到他们
能够跟他们一起站在舞台上，我觉得是我的荣幸，非常开心。嗯，期待那一刻。嗯，谢谢南哥哈。嗯、是。Coco， 谢谢你们，因为我们的歌还在紧张的录制当中，所以我们先让我们 B 组的各位歌手们移步至我们的这个摄影棚。因为今天太难得了，嗯，很少有我们整个节目参加的全体阵容来参加我们东方卫视开放大会，之前只有在节目的发布会现场才能请到这么多的明星、嗯、那现在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这个背景板下合影留念这个难忘的一刻、嗯、为了这个我们这个拍摄的效果，我们请两位这个女生站在当中，我们所有的男士 站在两边，对，来，好， Coco 站当中，对，光源，好，来，各位啊，加二加三，对，来，谢谢各位，现在可以用你们的手机也拍下这个珍贵的一刻哈，不要忘了，就是这一幕只出现在2021东方卫视的开放大会，再次掌声感谢各位歌手，是我们的歌要锁定东方卫视，为我们 B 组的歌手来加油打 call。我们的歌啊，也是我们所有歌迷的期待，看到这一个个手机在拍摄，这都是我们的金主爸爸妈妈，相信你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在正在热播的东方卫视我们的歌，再次感谢各位，再次谢谢各位，也祝录制顺利啊，是，来，有请各位啊，可以去录制节目了，辛苦各位了啊，也是注意啊，有温差，保护好自己的嗓子，期待你们的表现，哎，拜拜。